翔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社交服务类节目《再见吧烦恼》，我是主持人蔡十一，欢迎各位的到来。好啦，那接下来我又要做一件其实我本人不是很愿意做的事，就是要介绍。大家好，你不要抢我话，我还没有讲完。好，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完美的张红娜。当然，同样也是要请出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气质女神傅文晓。欢迎 ，Hello， 大家好。接下来呢，我要同样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 SNH 48的曾艳芬。欢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SNH 48的曾艳芬。哇，好漂亮，好美。对啊，曾艳芬，人气偶像团体 SNH 48二期成员，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成就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华语区第一女子偶像团体。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曾艳芬。好啦，但是接下来这位好像不太一样，来录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感觉人憔悴了。韩国欧巴朴宰佑。对啊，你好，大家好，我是纯舔的男人朴宰佑。韩国暖男朴宰佑，群英会奔跑卡路里主持人与嘉宾，机智幽默，热爱中国文化的他，深受国内观众的喜爱。OK， 那我们要来欣赏到的是我们第一个烦恼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收看麻花拧烦恼。好棒！擦狼黑，擦狼黑，擦狼黑。欧巴，是不是该把眼镜戴上了？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哇，欧巴，擦狼黑。欧巴，我的 Big Bang 演唱会门票抢到了吗？哦，对对对对，家里这个网络有点卡，没买到。你再说一遍。网络卡没买到。哎呦，不是，媳妇，你听我说，不是，我不是故意的，那真的家里网络差，我没买到，不能怪我，对不对？怎么叫你抢不到呢？隔壁老王抢到了，楼上小李也抢到了，连我小学同学的孩子都抢到了，怎么叫你抢不到？哎呀，要不媳妇儿这样，我们去买他们的票，你看好不好？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去买黄牛票。好。这黄牛票有点贵啊，那得准备多少钱的？哎，老公，全给我拿走了。哎，好吧。蹦沙卡拉卡，蹦沙卡拉卡，老公。老公，你知道吗？我今天抢到黄牛票了。哦，真的？原价980的票，只要不到7000块就被我抢到了。我是不是特别幸运？是不是特别值得呀？等会儿，多少钱？不到7000块，有那么多人都没有抢到吗？只有我抢到了。7000块钱每张门票，你是不是疯了？你手举着干嘛？老公，你看一下，看见没？什么？你闻一下，闻，闻到了吗？这是幸福的味道，你知道吗？刚才演唱会的时候，太阳，他就站在那唱歌，我就跟他挥手，啪！一滩口水喷到了我的手上，周围有那么多人都没有被喷到，只有我一个人被喷到。上洗手去！我是不是最幸运的一个？啊，是，洗手、啊、洗手！可能不可能，这辈子不会洗了。不是，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行，你厉害啊！行，那咱这日子就不过了。哎，我就不过了，我让你逼个半，我让你逼个半。你干什么？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们呢？你知道他们有多努力吗？你太过分了，欧巴！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的家里有一个这样疯狂的追星族的老婆，你们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烦恼？让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控诉人永清登场。男神收割机啊，终于吸到了一个吃素
比较高的了。来这里应该很开心，怎么还会有烦恼呢？我当然有烦恼，虽然说我们平常的粉丝的话因为不疯狂嘛，但是我内人啊，应该是我太太，她非常的疯狂，也已经到达一个地步了。就是她追星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带来了很多烦恼。没错没错。我想问一下，你的太太大概追星追了多长时间了？她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还差不多上大学，大学认识的，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她没有这么疯狂的，因为后来呢，好像是迷上了那个Big Bang 是吧？啊 Big Bang Big Bang， 她喜欢谁呢？他喜欢里面权志龙啊，因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明星嘛，然后经常发微博，然后看到他的这个照片呢，不管我有没有在场，有的时候我在场，他都会叫他老公，叫他老公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心里很不舒服这种状态。那这个也真的也没有办法，比如说像我的欧巴宋仲基欧巴，他是我们全民的老公嘛，大家都叫他老公啊，那就相当于是个外号嘛，对不对？也不用太介意这个东西吧。话是这么说，但是他已经我们已经结婚了，那最起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也是。另外呢，在我们亲戚朋友面前，然后呢，叫这个欧巴呀、老公啊之类的，哎呦，我这是完全的是没有。在你的长辈面前也叫过，也叫过，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夸张了。明明就是我老公，我对他，哎，老公，我跟你说啊，我老公怎么样？老公，我跟你说，我老公今天穿的衣服可以穿。然后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他在外面有其他人了呢，是吧？长辈是不了解这些。对，哎，问一下我们的这位，您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大家好，我叫小青。那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青啊，听了我们的这个永青的一个控诉之后啊，你现在内心会有一些起伏吗？还是说跟原来一样完全都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老公好小气啊。结婚之前的时候他是怎么怎么对我好，但是现在我就追一个星，他就这么的抱怨。他怎么对你好了？结婚前很体贴啊，比如说，上下班接送，然后烧饭，还有帮我暖被。自从你有了别的老公以后，他就再也不管你了。那你的那个老公给你暖被吗？会啊，会啊。以后。有点危险，你这个我真的听不下去了，有点过分了。他是不是也对着你经常这样说这样的话？对，的确有点伤自尊啊。有点伤自尊，确实。其实我们开始有点理解他了。对，我觉得好像他的整个的一个情绪状态，我们能够渐渐的去了解，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我想问一下，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钱来做这些事情吗？我现在已经有啊，你看他这边全是啊，机票呀，你看啊，他每次有那些什么，你都还把它收集起来啊？对啊，每次有什么演唱会啊什么，都会去给他买，带他去这样子。是你买单？你还买单啊？你还为他买单？我保守的问一下啊，在他追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预计你大概花了多少钱？也就20万吧。啊，也就二十万。他是花你的钱去追星？花我们两个的钱。你们两个的钱。你刚才好像说你现在没有工作了是吗？对，我辞职了。为什么辞职？为什么追星？专业追星是啊，是这样的，他是因为好跟那个粉丝吵架了，然后他们粉丝闹到他们公司来，没办法了，然后啊，还有这种情况？吵架？都是喜欢权志龙的粉丝啊？对的。好，这个你要跟我们讲讲什么？因为他们说我掰的不好。什么不好？帅，说他不好不帅。哦，是另外一个粉丝说你。是说你喜欢的粉丝还吵到你的公司来，所以导致你没有办法做工作，所以干脆破罐子破摔，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去追星去了。不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伤自尊，因为你在追星，我觉得你有追星的权利，你有自己个人爱好的权利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你影响家庭感情，你不能每天回来你伤害你的老公。而且我觉得在你追星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老公已经很支持你的工作了，最后换来的就是老公我跟你说我老公怎么一样这种心情啊。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的话你就随时走，很伤人，很伤人。对啊，你现在知道我对你有多好了吧？就是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才嫁给你啊。好 ,OK, 妹妹，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啊，除了老公给你买这个机票啊这样的一些费用之外，你有没有给你喜欢的明星送过礼物啊什么的？有啊。送一些什么呢？送一些手表啊。权志龙的手表都很贵哎。突然好想注意一下吗？我老公不知道。其实保守的说，就是你根本不只花了20多万，对不对？差不多。你只是花了你老公20多万，差不多，剩下花了自己是多少就不好透露。对。那你给你老公送过最贵的礼物是什么？袜子。
你送你另外一个老公那么贵的手表，然后送你现实中真正的老公一双袜子，因为我老公不在乎这个呀，他在乎人呀。但是你的人也不在了呀，你飞到全世界去了，人也没有，心也没有，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在爱情当中、生活当中都是相互的，没有谁是应该的。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只会一步一步的把你老公逼走。而且他说你会吗？我知道他的理论可能就是说，如果我把他逼走，他就不是我的老公。我说对吗？是。你看，他就是这样想的。你要听听老公的表态，他刚才问老公了，老公，你觉得是这样吗？我感觉我非常的喜欢他，只要你在我的底线范围之内，我都是可以接受。那请问你的底线是什么？没底线。不要出轨。对，不要出轨，不要出轨。哎妈妈，你怎么没有找到这么好的老公？哎呦，真的是命不好。所以说我发现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老公其实一直很沉默。对。你觉得他有没有，比如说在整个追星的过程当中，最最伤你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哦，我记得有一次嘛。就是我妈生病了，然后做完手术，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身为媳妇嘛，然后就是说守在父母旁边，因为生病了嘛。然后呢，她就是收到了好像是那个权志龙的那个见面会好像，然后没多久，我妈还没出院，然后她就飞到韩国去了，这样。然后我就感觉，在她的欧巴和我家人的面前的话，她的欧巴更重要一点。所以我很伤心，这个真的挺伤心的，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家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家人可以天天见面呀。我爸他马上要服兵役了，就马上看不到了，一服兵役就3年，所以当时可能我也是没想那么多吧。但是我婆婆后来没什么事情了，我才走的。其实他心里还是觉得家人非常重要，只是我觉得永清，其实你太纵容他。对，你还是很纵容他的，虽然你口口声声来抱怨，但是一旦老婆撒个娇说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这样子，他就会说啊都要了，只要不超过我的底线。对，但是我底线压的真的很低耶。但是我蛮能够理解永清的，可能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或许这个底线就会越放越低，就不断去满足他，因为你在满足他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他快乐了，我也就快乐了。对，差不多。我真希望他在我身边，然后平平安安的，然后就是稍微有点变化，不要过分的追星，是这样子。但是你要记住，爱是包容，绝对不是纵容。对。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事例，我相信可能我们的曾艳芬也好，我们的那个娜娜也好，都会碰到过一些。那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是否也是感同身受呢？让我们拿出手机，来看一看这个烦恼到底它算不算烦恼。3、2、1。请投票。好，欢迎回到由老凤祥独家冠名播出的《再见吧烦恼》。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票数是75票，说明我们大部分现场的观众都还是比较能够理解这个是一个烦恼永清的。对，我们都觉得其实他做的有一点过分了，有一点，比如说没有陪在婆婆身边，比如说花那么多钱，但是你老公还是蛮包容你的。对，我老公是很好。对，所以好好珍惜，不要为了自己的爱好忽略身边的亲人，把老公的爱都给消耗光了，不要仗着他喜欢你。是，所以说我们说1000道10000，我觉得凡事最终还是应该要有一个度。你可以追你的明星，对，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如果说你给别人，尤其是给自己最亲密的人带来了一些烦恼的话，那么或许这个结果真的是得不偿失的。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谢谢。好的，感谢老凤祥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下一组烦恼故事，一起请出我们的麻花拧烦恼。楠楠，快吃饭，快快快。妈，又做这么多菜，就咱俩人儿。哎呀，妈，嗯，你这汤这菜根儿都没长啊。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姑娘。这个电视上说呀，这个根儿是最有营养的，这个吃菜就得带着根儿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这胡萝卜是根儿不？是。地瓜是根儿不？是。人参是根儿不？是。多有营养，就得这么吃啊！妈，看你喝啊。行，我一会儿再喝，我先吃点饭。哦、行行。妈，这个是道创意菜吧？啊，
我来猜猜啊，嗯，黑芝麻炒饭。不对。不对，那正是墨鱼汁盖浇饭。不是。啊，那这是啥？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蛋炒饭。嗯、妈，您这都炒糊了吧？你不是最喜欢吃锅巴吗？妈专门给你炒糊了，嘎嘣脆，来，快吃啊！妈看你吃啊，吃。好吃吧？脆。这不是下个月你就要调到你们那个南方那个分公司上班了吗？妈呀，就怕你在外边吃不好喝不好的。哎，妈给你熬的绿豆粥。这个清热解毒啊，这个好，这个好吧，这个我喜欢。啊、妈啊，您这绿豆粥也是创意的吧？这里边还放了黑芝麻哈，啊，黑芝麻粒还挺大的呢，看。不对呀，你看，那不是吗？哎呀，我知道了，这不最近咱们家厨房闹老鼠吗？这肯定是老鼠偷吃那个绿豆的时候吃多了。妈，这个太恶心了，倒掉吧。哎，不行，这个都是高温加热的，妈给你挑出去。哎呀，妈，哎呦，哎，妈还有个惊喜，给你准备了那个猪肉刺身，妈给你拿去啊。猪，哎，妈，不用了，妈。观众朋友们，这南方人真的都这么吃吗？我是自己体验过的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的奶奶啊，小时候她说啊，特别好的那种，就是泡面加个那个麦衣，蚂蚁，泡面加蚂蚁，对，很多蚂蚁，蚂蚁，对，放蚂蚁在里边、啊，她说有蛋白质，然后我说。我不吃，你得吃，你吃吧。我哭着吃。还有，你吃过那个有巧克力的那个放巧克力的饭吗？放巧克力的饭，这个怎么吃啊？甜品吗？就那个时候我还感冒呢，然后就是我奶奶说啊，这个对那个感冒特别好，你吃。吃。我觉得蚂蚁比较可怕。对，蚂蚁，你是怎么长大的？就这么长大的，太容易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控诉人，他是不是有着和朴仔用相同的烦恼的？让我们把他请出现场。你今天这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对，这个是我为各位主持人带来的一个。我妈妈做的饺子，看上去还不错呀、啊。你们想尝一下吗？想。哦，你们先来。这每个五个的味道都一样吗？五个是都一样的。啊、哦，那我们也不担心。没事，刚才有你帮我那个刷，你告诉我感受就可以。调奶用开始。男人嘛，用手抓的、啊、直接吃的。哦。好吃吗？等一下，吃了还笑，我就疯了哎！请问这个饺子是蚂蚁馅的吗？等他先想。比我奶奶过分。过分我们。能吃吗？这东西可以吃，但是你尝一下吧。是。厉害！他还没吃下去。给他纸巾，给他纸巾，他要吐出来。嗯。哎，你什么意思？这是好吃的意思吗？哎，这样，我们三个人就不要吃了。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场有那个曾艳芬嘛。哎，我们来喂粉丝吃好不好？让大家吃。哎。让大家。喂他们谁要？我们三个人终于逃过了一劫！天哪，录个节目真不容易啊！来，张嘴。啊！来，现，是很香的吧？喂一个长得瘦的嘛。
Oh no！ 谁不想吃的？好慢哟、哦！哎，汤圆谁要喝？我现在都有点迷糊了，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我只能说，他们真的是他的忠实粉丝，为的什么都好吃、啊。朴宰用，你好遗憾，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就是啊，你怎么还不多准备一点给我们？好遗憾，我们都没有吃上，太遗憾了。人生没尝过的味道。没尝过，没尝过的很辣，辣很辣的，辣辣的那个很臭的那个，臭的，好像就有榴莲的感觉，有榴莲的感觉。哎，女儿问一下，你知道这里面大概放了什么？给我们揭秘一下。其实我就吃过一个，然后我觉得吃的最多的就是花椒，然后其他的嘛，就是我妈妈准备的各种什么烂泥一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烂泥一样的东西。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剩菜。啊？为什么是剩菜呢？阿姨。Hello， 你亲手秘制的对吗？主持人好，你好你好。这样呢，我是平常呢，吃不下的那个菜呢，剩菜剩饭，原汁原味嘛，我就把它剁剁，那个然后就包那个饺子呀，包那个馄饨呀。剩了几天是原汁原味呀，这样嘛去解腻呀。这其实我家里面每天都有。哎，这是什么呢？这是解腻呀。像我这个小姑娘，太挑剔了呀。阿姨，可是你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不是你们家永远都在吃剩菜呀？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我现在满脑子想到两个字，就是笑死了，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妈妈呢，她就是曾经就是跟广东人有就是在一起就是交朋友啊之类的嘛，然后她就有吃过广东菜。现在在我妈妈的概念里面，她是觉得只要是南方人，他们吃的菜里面其实不用加什么调料，然后都是原汁原味的。而且像这种饺子，就是我只能吃一个饺子，她可以吃很多的。然后她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她觉得超好吃，然后每天都逼着我跟我爸去吃这个。还有什么经典菜系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就除了馄饨之外，是这样的，我还带来了就是平常我妈妈给我做的菜的照片。OK，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这道菜啊。这个呢是它是肉，这是肉，对，这放了几天的肉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妈有一次她让我喝那个汤，她煮了那个肉汤，然后它其实是一整块肉，然后我喝完汤以后，我就说尝尝肉呗，我就拿刀把那个肉给切开了，然后我切开的那一瞬间我就惊呆了，你知道吗？就是肉里面带血，好像在吃牛排一样啊。就完全是用这个肉来炖汤的吗？对，然后我想起来，我把那汤都喝完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心里面的感受。那肉是生的，阿姨那炖汤完全生掉的，怎么会？这有什么呢？反正你到外面去，那个服务生要吃牛排，服务生问你要几分熟？控制，五分熟，控制，或者七分熟，都不是一样的嘛？我买来的菜啊，怎么就水里漂一漂就吃了呀？控制，我不用油，不用味精，都不用的，我就水里漂一漂就吃了。你看看我女儿，还有个吃的白白嫩嫩的，有什么不好呢？说实话，我跟阿姨生我一个月的话，我会瘦的。你不知道就是啊，我直接可以减肥的。所以我打算把你送到阿姨家一个月，来一个减肥训练营。问题是人生没意思了。我有三个福袋。这三个福袋是什么内容？跟各位来讲一下，就是里面每一个福袋里边有阿姨自己独创的一道菜的菜名。对。那么我们现场，我们几个人来抽一下，抽到什么我们来。非常感谢哦，真的，你们都谢谢。好遗憾。哎呀，我来，可以啦，我来，我给你，反正阿姨的菜都一样，每道菜都会出乎我们的想象。我知道什么？我这不错，这个名字很可爱的嘛。某品牌奶茶，香飘飘。哎，这还蛮好的，耶！我这个应该也是一道甜品吧，叫千层雪。哎，也很好吃，是吗？我这个就厉害了，我这个就特别适合我的气质。好的，聚元宝。哎呀！像不像那样过年包这个礼？像那你还用聚吗？你本身就是个大元宝啊，元宝啊。好，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个道具老师，既然我们都已经抽好了嘛，我们来到上菜。哎呀，那我们三个人，反正这一次真的是要同心协力了，祈祷一下。加油！那么娜娜，你先开始吧。
不是你这个你大老爷吗？真是的，再用你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作为主持人，我们就应该有这种奉献的精神。你刚刚什么了不起的？你刚刚什么？吃一下嘛，姐威武，没关系啊。你刚刚什么？哎，炒饭，炒饭啊！哎，还不错哎。炒饭，炒饭还可以啊。嗯，还可以啊。你闻那味。阿姨，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放了几天的隔夜饭？哎呀，你吃了，你吃了，吃好了我再告诉你。阿姨，你的。这个饭它为什么叫聚元宝呢？它里面都是宝。它的营养很健康。真的，不骗你的，不骗你的，真的。你赶快吃一下吧。这叫不重看重吃。阿姨，我是不是吃完这个饭以后，我就可以变得像你闺女那么瘦？肯定的。我吃。什么？怎么了？这又怎么了？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伤害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你出来，你怎么了？还活着。天哪，阿姨。那么我。把病变告诉你好吧？哦，里面有哎，你说，这个红的红的是板蓝根，板蓝根是、啊，我的天哪！还有那个，还有这个米饭，米饭一至两的，米饭是吃饱的，板蓝根呢是防你感冒了、咳嗽了，都不是很好的吗？阿姨，这怎么了？那个米饭是一至两的呀。就是呀，阿姨是为你好啊。这有什么的啦？你吃你的啦。什么反应呢？这现在是汤吗？还是？这叫香飘飘呀。哎呦，真的好像新鲜的。大家先看一下这边，我咬上来。阿姨说什么？感觉他在后面就是他的屁股在那个发抖的那种感觉。好吃吗，主持人？这有什么的啦？就是呀、啊，就是啊。哦，总算有人支持我了。阿姨，恕我直言啊、哦，这个臭臭的，特别新鲜，是榴莲。我知道，但是除了这个味道，还有别的怪味道啊！这榴莲里面是什么呢？是鸡。那我怎么一点都没喝出鸡汤的味道嘛？就是榴莲摆多了呀，摆重了呀，就是榴莲的味道呀。那你放那么多榴莲，叫我放点鸡不就好了吗？哎，你挑食呀你！为什么呢？这为什么呢？这又怎么的呢？哎，这叫香飘飘呀。好吧，我们可以投票了，我觉得。不，投票了，关键时候。来，娘娘，我给你可以了吗？两个就可以了吗？娘娘，我来。娘娘，要多加点调料。可以了 ，OK 了。不，你把一整盘给他嘛。啊，算了，就一个吧。好歹我们也是好朋友。我觉得我吃了真的会吐的，阿姨，不好意思。这有什么的呢？吐就吐了吧。就是啊。我只想说四个字：生无可恋。你看我的面子，一定要吃一口。你多吃一点嘛，这尝不出来味道啊。对吧，一点点尝不出来味道了、啊。我已经吃了，我分给你。你没吃啊？我真的吃了，我没看到你吃。我已经吃了没有？没吃，没吃嘛，对吧？真的逼我吃，我要走了，真的，我不能吃了，我要吐了，我去吐了再来。Sorry。阿姨，你刚才说你们要生气你。你还好好吗？你怎么了？你还没吃啊？其实我很不好。你在耍大牌吗？哦，对，你刚才耍大牌吗？就是、啊，我是，我就耍大牌。不是，阿姨，这个太难吃了。我一直以为你真的是甜品，可是你们能想象吗？它是真的用了一半甜品的材料，另外一半用的是皮蛋。皮蛋和酸奶放在一起。哎，皮蛋跟酸奶摆在一起的呀。对，我想问，可怜吗？就是你妈妈是自己吃，还是要强迫你们一起来吃？他就觉得很好吃，所以一定要我们一起吃。你们家里有几个人？就我和我爸爸。你是你爸还没跟他离婚啊？
就是基本上就想能不在家吃就不在家吃。这个简直不是烦恼，真的太可怕了，这是痛苦。对，真的。阿姨，不是我们要说你，我都实在受不了了。我吃到现在了，我不是蛮好的吗？你看看我们，我是吗？我家里他爸也吃的蛮好的吗？还有更好的选择呀。你爸还好吗？你爸怎么说的？我觉得他是真的爱你，所以才会真爱呀。对吧？是有什么好吗？问题啊，就是说你会不会就是偶尔也选择在外面吃饭，还是说你就要自己做？我从来不在外面吃饭。我妈妈总觉得外面的饭一点都不好吃，她就觉得自己做的最好吃。所以几乎我带她出去吃饭，她都不会去的。阿姨，她就说就做自己，就吃自己做的。我觉得今天会拿到一百。对，我也觉得一百真的不是一百都对不起。阿姨，那你可以投票了。对，我毋庸置疑。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场的观众大概在我们吃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已经是感受到和闻到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烦恼，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烦恼呢？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拿出手机，3、2、1，请投票。破吧！哇！一直以来新高，最高的一个分数。阿姨，你看，大家都觉得蛮困扰的。阿姨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我自己这样一个人生这样做不是蛮好的吗？这又怎么了？我就希望我能长胖一点，但是呢，长胖的前提是你能不能换一点做菜的口味。其实爸爸跟我是一个战线的，他是觉得那个菜真的，不是很好吃。哎呀，女儿呀，我怎么会害你呢？这样是一定有我的道理的。像你们这个年代不懂的，像我们这种年代一定要懂得节约，你懂吧？阿姨，我们都吃过了，我们特别真诚的想跟您说一句，首先非常非常抱歉，因为今天我们的表现可能会让您觉得对有点失望。其实你可能真的觉得你的菜是好吃的，那如果你真的吃的好吃，您就自己吃，您吃的也挺好，我们都相信，那有什么了，对吧？你觉得好吃就吃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不了，我们可以不吃吗？对，也没有什么嘛，对不对？以后我也可以学做菜，我也可以做给你吃。阿姨，你考虑一下，可以的。哎，妈妈就少吃一点嘛，这个办法特别好。而且妈妈刚才已经表态了，她说以后她自己来吃，这个你能接受吗？你也要多给妈妈做好吃的。好的，我一定会努力学做菜，以后可以给妈妈做好吃的。阿姨接受吗？接受，接受。好，谢谢妈妈，再次谢谢我们的两位控诉人和被控诉人。谢谢，谢谢。好的，感谢老凤祥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下一个烦恼的故事。哎呀，辛苦了，老婆。快吃吧，快吃吧。好嘞，我们开动啊。哎呀，这个香啊，你做的啊。哥，我要吃这个菜。搁你家啊。这个。木耳再来点。你也来点。这菜也太咸了，给我盛点汤吧。来，再来点儿。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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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好嘞，不错，做的。哥，哎，这汤怎么一点味儿都没有呢？你把冰箱里咸菜给拿去。我给你拿去啊。哎呀，小咸菜来了，这是你姐啊亲自腌的，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我也来一口啊。这个好吃啊。这个好吃啊。我吃饱了啊，你慢慢吃吧。吃饱了，这吃饱了，饱了饱了。玩去吧，玩去吧。哥，厕所没纸了，你给我拿点儿。来了来了来了来，我去。对对对，我收拾我收拾我收拾。去干嘛呢？就是有看恐怖片呢。干嘛呢？哥，太吓人了，你快过来陪我。来了来了啊。哥，你来。你晚上补偿你。别怕，来，哥先抱抱。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老公和他的妹妹。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什么都是以我为主的。可自打我们结婚以后，他妹妹搬进来，什么都变了。我真不知道是我太小心眼了，还是他们太过分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雅出场。大家好，我是小雅，欢迎小雅入座。欢迎。小雅好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女子啊，非常温婉恬静的一种感觉。对。那小雅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是想说一些什么呢？主要是想说一下我老公跟他妹妹的事情。那具体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到哪一步了，这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很不正常的那一步。你说一说。就比如说我们三个一起吃饭，他会帮他妹妹去夹菜，然后不会管我，把我晾在一边。这个夹菜还好吧，因为他是他哥哥，照顾妹妹理所当然。我就感觉我像一个保姆一样。像个保姆一样。对啊。那还有什么更过分的没有？有。说一下。有一次我跟我们三个人一起就是看电影。看的是恐怖片。然后呢？因为女孩子胆子都比较小嘛。然后我们就很害怕。结果就是她说她妹妹胆子更小，然后就去哄她妹妹，没有来管我。然后我就在房间里一个人睡。房间里一个人睡的意思就是他去跟他妹妹睡了吗？哄他妹妹睡。哄他妹妹睡。对，是吗？哄他妹妹睡。但是然后最后我就等他嘛，等到半夜他还没有回来。你们俩有睡在一起吗？有啊。你们俩有睡在一起吗？有。是。你们多大了还睡在一起啊？因为小时候一直照顾妹妹嘛，这样子，然后习惯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小时候一直有讲鬼故事啊，然后他会很害怕。对，可是你不能因为你的习惯忽略你老婆的感受啊。所以说当时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会跟他说嘛，但是他说那是他妹妹，因为是亲妹妹嘛。然后他说我小题大做，我很作，然后说我是嫂子，然后让我让着他一点。对。然后就觉得很委屈啊，把妹妹当还是小时候的妹妹，但妹妹已经长大了。对呀，她妹妹已经成年了嘛。就是说她对待你们两个女性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对，把她当作是一个成年人，而把你的妹妹当作是一个未成年人。是，因为比较小一点。对。你们两位年龄差多少？我想问一下，妹妹跟嫂子。我大她一岁。那也不会差岁而已啊。我是说心理年龄比较小一点。那问一下妹妹，今天因为嫂子来这边，主要控诉的是你跟你哥之间的一个问题，那你可能就是矛盾的一个关节点了。点对，你怎么想？我觉得我很正常啊。没有这个，我想说一下一个东西，突然那个想到了我弟弟，就是因为我妈妈一直那个特别爱他，就是感觉是他已经就是26了，还是觉得这个小朋友一样的照顾他。对。可是这个是对你的妹妹真的很不好的。就是他一直这样的话，他自己不会就是自己的时候不会那个自己处理事情啊什么的。你这样的话就是对他的也就不太好的。就是不太好，可能是整个事件的一个主导性。但是我就是特别想知道老公的这个态度，就为什么能够对待生命当中，我知道我们都说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可能是妈妈跟老婆，但是为什么对待最重要的女人之一能够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态度？如果你的老公这样对你，你能接受吗？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会跟他离婚，我会跟他离婚。听到了吗？直接离婚。我们情感节目的主持人选择直接离婚。我会先分完财产再离婚。其实我们说的有点夸张了，但这个问题比你们俩想象的要严重。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当嫂子和妹妹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矛盾，或者说有，因为大家经常在一起相处嘛，多少都会有一些。一般你的老公是怎样来做调和的？他会偏向谁？他都会向着他妹妹。啊？对呀。比如说，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起去逛街，然后我们一起看中了一个包。但那个包只有一个了，可能。对，只有一个，然后他就会买给他妹妹。每次都这样。哎，你们结婚之前他也是这样吗？结婚之前倒还好。
不是这样。那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就这样了呢？因为结婚之后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啊。啊、OK。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啊？嗯。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像妹妹的话，平时的话也比较娇弱一点，就是说，可能说很久也没有谈男朋友这样。所以说特别需要爱，我觉得很多方面他也不是由你来给啊，那他到现在他还这么说，反正他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向着你妹妹，对不对？其实也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对自己的老婆稍微就是可能他敏感一点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我敏感啊。对对啊，而且我有就是有时候我也不会。对啊，我觉得很不真的，我觉得不能够接受。妹妹为什么没想过自己一个人住，或者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住？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嗯，因为我父母去世了。哦，什么事情？我爸爸是在我八岁的时候，后来对妈妈，然后我妈妈是12岁的时候。所以说你从小就是哥哥带大的，对吧？对，我哥哥带大，所以我跟哥哥感情特别好。所以说哥哥是不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始终坚持着说？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义务来照顾妹妹。是是是，其实更多时候你扮演的是一个爸爸的，是你是爸爸角色，不单单是爸爸，而且也包括一个妈妈的角色在里面。其实我们特别理解你想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扮演一个爸爸和妈妈的角色，包括兄长的角色，但是有一个角色你是肯定不能扮演的哦，那就是男朋友哦。妹妹，我想问一下哦，其实我们从现场来看你的出现，我不是说你不好，但是你的出现的确给你的嫂子带来了更大的一些问题，还有你平时跟嫂子相处会怎么样呢？嗯，我跟嫂子相处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他老背地里告诉我哥哥我不好，背地里告状。对，当你发现你的嫂子在背地里告你状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说很气愤。嗯，那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在你哥面前又说什么吗？我想问一下，没有，有时候出去逛街，我直接拉了我哥哥就直接走了。所以说你不是真的说一定要跟你哥手挽手，而是说希望能够让嫂子不开心。对，故意的。对，故意的。知道这样会让他不开心。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哥哥跟嫂子谈恋爱的时候买了一条狗。然后呢？买了一条狗，对，那个我也很喜欢。嗯，哥哥给了嫂子，没给我。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这件事，你就一直报复他，所以你就觉得以后他的生活里面，只要他想拥有的东西，你都要占有。对，我都得占有，一切都不能容忍的意思了。他已经习惯独占他哥哥了，可是有一天他发现，哥哥被另外一个人，其实会分担一些爱。对，他觉得他受不了，他接受不了。你现在我们已经聊了那么多了，你也看到嫂子不开心，而嫂子不开心也会让你哥哥不开心。我相信你也是爱你哥哥的。对，你现在还坚持要这么做吗？嗯。只要嫂子不要在我哥哥那边告我的小状就行。那也不是我就是非要告你的状，是不是？因为我每次就是如果跟你有矛盾了，你哥哥就只会说我，他都不会说自己的妹妹，不管事情的对错。你举一些例子，举一个例子好吗？我们有一年就是下雪嘛，我觉得那个雪景挺美的，然后我想去拍照，妹妹也想去，然后他说他先给他妹妹去，然后就带他妹妹去。去了之后拍完了之后，他说他们俩都很累了，然后不拍了，然后就那样过了，就完全忽略你的感受了。对，他就完全当我是感觉就像不存在，说出去就是我朋友没有人性，因为觉得自己的老公跟妹妹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他们确实是这样，我真的觉得我插手了他们的生活。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小三一样，就是因为他们本来生活在一起挺好的。那我有个好奇点哈，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跟你妹妹过得很好，你也觉得你找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也是个空气，那为什么你还要去找他娶这样的妻子回家，然后让他这么痛苦？当时确实是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是跟着我。包括说后来我做的那些事情，通过这个节目以后，真的是感到非常的惭愧，然后，之所以我为什么之前这么做，可能说太多的没有考虑到我自己妻子的这个感受，包括说我看到她现在在哭，
我心里面也非常的痛。其实我觉得整个的气氛稍微有一些些小悲，是的。但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是否觉得这也会是一个烦恼呢？让我们拿出手机，一起来投票。听我倒数，三、二、一，请投票。小雅，我们都理解你。对，其实上这个节目我也只是说一些心里话，因为我也不会跟自己的父母去说这些事情，我怕他们担心嘛。所以说李明，我觉得这一切完全都取决于你。对，你是关键。对，所以说面对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你的态度又会是什么？首先我想对我妹妹说，这是哥哥从小把你宠坏了，但是我希望以后你可以一个人坚强起来，一个人独立起来。然后的话呢，就是想对自己老婆，真的是想对你说，我这心里面真的特别难过，因为今天通过这个舞台，这个看到你这样说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为什么你没有早点告诉我？真的，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以后的话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你。你现在看到你妻子哭，你觉得心疼吗？非常心疼。其实在你看不到的时候，她可能哭了更多次，哭了更多次，哭了很多次了。其实在生活里边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来处理问题，但是我们可能选择了最笨的那一种，导致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矛盾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希望在你们以后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最好的沟通的方式，让大家都很幸福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下去。谢谢三位。谢谢你们。好的，感谢老凤祥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整场节目的最后一个烦恼故事，有请我们的麻花拧烦恼。小博，小博。嘘，啊，你来了，啊，他们睡着呢，有事儿一会儿再说，啊，啊，哟，哎呀，你吓死我了，谈恋爱了？什么？写情书？我没写啊，只愿守护着你，那就是名侦探柯南，只愿等待着你，那就是草帽路飞。只愿一辈子守护着你，那就是我们伟大的二次元的世界。万岁万岁万万岁，哎，万岁，哎，小宝，小宝出去玩会儿，出去玩会儿，走出去玩会儿。我不去。哎，留下来啊，陪我一块玩奥特曼，我给你一个，千万不要把它弄坏，来好好拿着。担心啊，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你天天玩这些小孩玩的东西，你觉不觉得幼稚啊？啊，我有你这样的发小都觉得丢人。小苏，你说这是小孩玩的东西？对啊，我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你给我走啊！你给我消失！还瞅你那样。小博，我跟你说，以后你要再有什么事儿，我要来管你，我就跟你姓。嘿，你。喜靠不起我的奥特曼，你知道他们有多努力吗？他们在第十一集的时候跟怪兽啪啪啪，然后省量没了，能量不够，哔哔哔，然后打怪兽啊，呲呲呲，最后把怪兽打得啪啪啪。你知道他们这么努力，你还要这样对他们？哎呀，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身边有一位这样的来自于2.5次元世界的发小，你们觉得这是一个烦恼吗？啊！请出我们今天控诉人小猪，请他出场。其实小猪今天你的一个具体的烦恼，我们刚才看到了，但你自己来说一下吧，好不好？他就是说平时经常喜欢看一些那些
奥特曼啊，然后布袋戏，然后不分场合的，随时随地都会看，随时随地都会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拿出来说。我觉得看奥特曼我们能够理解，男孩子小时候都会看奥特曼。对，我也看奥特曼。怎么迷上布袋戏的呢？布袋戏好像真的是个谜。对，其实布袋戏好像真的是不太好找。嗯，其实也并不是吧，就是因为前几年在网上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木偶的一个做工，包括它是一个剧情，包括它一个特技。其实我现在看的这部叫做《霹雳布袋戏》，是从1984年的那个《霹雳城》开始了，因为是接着它上一部叫《金光布袋戏云州大儒侠许彦文》在台湾。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在座人听到布袋戏可能会非常的陌生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从1988年三大台柱之一的《霹雳金光》。霹雳金光，它的每一部戏的开头都是"霹雳"两个字。啊，然后后面每一个单元都不同，到现在大概到今年的《霹雳龙城》大概左右已经65部2000多集了。我现在想问，刚才他说的这些内容，乔展佑你听懂了吗？什么？只有霹雳，霹雳，霹雳，一直是霹雳，要么霹雳还是霹雳。没有听懂，你们都听懂吗？所有人头上都是一个大写的懵字，完全。在家里收集2000多集布袋戏，全部摊在床上，天天看。也不算夸张了，其实我今天带了一半的布袋戏，我现在可以展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大概就是布袋戏的，这只是一共买了6套嘛，现在这只是展示当中的一套。这个跟我们粉丝平常就我们的生写就是一个照片。生写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生写就是每个月会拍摄的一组。前面有啊，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计时的写真，对吗？我知道，但是在就记录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写真，每一个月都有更新，一直都会收集，对吧？说到这里哈，我觉得他喜欢这样的东西，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爱好。对，那你为什么会烦恼他的爱好呢？是，好像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他喜欢看布袋戏，他就看呀。也不是很影响得到你。最后可以补充一句，因为他可能是烦我平时突然之间爆出来那种闽南话的那个诗句吧。哦，你会怎么爆？你给我们现场来。布袋戏里面还有闽南话诗句啊？布袋戏基本上全是有闽南话的原语，比如说你说素还真，半心半心一半心，拳如拳刀是拳拳，脑中金丝草满贯，将我文武半并听。来，朴展佑，我们来重复一下他刚才说的话，好不好？来，他刚说了什么？那我说句简单点的。好，昔日落笔，乾坤莫测，巧尽英勇啊！来，真有实力，你在干嘛？其实呢，刚刚我那个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世事如棋，乾坤莫测，孝敬英雄。当时看了他这个样子，你作为他最好的朋友，你怎么想？当时的话，我是有点习惯，但是问题是出去玩的话，不单单是我们两个人，还有很多人。然后我的朋友觉得他很奇怪，觉得他很奇怪，就是说你的朋友也会对你交的朋友产生质疑。对对，觉得他很奇怪，然后问题是公共场合他会引起别人注意，然后就导致我们去玩的地方慢慢的朋友都不跟我们玩了，就只有你们两个人了啊，就这样一个。所以你的生活圈子也因为他的存在而在逐渐缩小。对啊，但是我跟他关系又很好，又不能放弃他，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他。好讲义气哦，没关系，放弃吧。说这个放弃就是非常讲义气啊，所以平时我也他很讲义气，所以平时也非常玩得来。那除了收集布袋戏还收集什么呢？一些可能一些奥特曼的一些作伴。你收集奥特曼，但是你会做出一些很诡异的什么行为吗？比如说每天朋友聚会的时候，应该有时候就是自己同一个圈子里面都已经无所谓了，然后跟他出去这个还好了。你别说的不痛不痒，问小苏，他做过有什么很过分的事？关于奥特曼，他刚才说的那些其实还不算什么。别人家里以后比如说想供一个招财猫什么的，但是他不是，他家里供奥特曼。你拜奥特曼呀？什么叫供奥特曼？就拜呀、拜奥特曼呀，信奉奥特曼。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你是奥特曼吗？你是奥特曼，你干嘛拜自己呀？不很奇怪吗？我觉得没什么奇怪啊。你像哪有人自己拜自己的？那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你要选择布袋戏或选择奥特曼，不在家供一个天线宝宝呢？你的选择很多呀。因为就自己喜欢、自己认可的一个东西啊。你认可他什么？对他的什么哪个点是你所认可的？
那么有什么点是你们不认可的呢？我奥特曼的东西我也带来了，我全部给你们展示一下。OK， 好，哦，全部啊！天哪，我要过去看一眼。就一个桌子是放奥特曼。走近的时候恭敬一点，你小心一点，拜一下。天哪！哇，那么多，好多呀！这个只是你收集的几分之几？这应该说是我的十分之一吧。哇哦！你平时会拿着奥特曼自己跟自己这样对话，然后好几个人这样吗？他说我就是他呀，他是这么说的，刚才。也不是吧，因为就是一边是看电视，一边拿着这个东西，一边在那边弄啊。你怎么弄？你能情景再现给我看一下？比如说现在前面正在播奥特曼，然后你手里拿着奥特曼，你会干嘛？哎，你会用日语说吗？对对，日文版您会吗？日文版大概只会一部分，比如说我模仿一下泰罗奥特曼一个绝招，他的那个绝招叫斯特利姆光线 ，Stolium Cosin。哦，好有气质啊，很有感情的那种，哎，有点日本动漫的感觉啊。你特别有一种英雄主义，想梦幻自己就成为一个英雄去拯救世界。梦幻主义应该小时候现在比较有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自己喜欢就好，就觉得那个英雄形象一直在我身后照顾，身边鼓励我，包括工作上遇到困境的时候啊，你就会想想他是怎么做的。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其实你喜欢奥特曼也好，你喜欢这些英雄人物也好，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能给你带来很多的正能量。是的，然后能够照耀你的生活，支持你在困难的时候，能够充实我整个人的灵魂。明白。你觉得你这样收集布袋戏也好，奥特曼也好，奥特曼也好，给你的生活有没有造成困扰？因为你的朋友已经是深深感受到困扰了。小蒜，你真的感受到困扰了吗？你真的感受到困扰了吗？还是你是想要他请你吃饭？对，你是坦白故意说有烦恼？不是，这个困扰其实就是说，他这个困扰就是你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是看得见，因为我跟他时间长。首先一点，他在家就一直宅这个东西，他其实身体很差。他年纪不小了，他几岁？他88年的。嗯，对，他到现在朋友都没有谈过，女朋友都没有找过吗？对，没有谈过，没怎么谈过恋爱。他肯定是不能接受他天天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边。你出去谈朋友，你跟一个女孩先见面，你肯定先要说，对方爱好什么，或者旅游啊，或者出去玩看电影啊。但他并不是，他跟别人说我是外星来的，我是奥特曼星球来的。分手已经不错了，他开始都不应该跟你开始。哎，你能不能再现一下？初次约会怎么聊？娜姐，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其实我是从 M78出来的。可以打人吗？哎，大哥，您没病吧你？不是，娜娜，你不知道，因为他想拒绝你，他想你赶快走，所以你快点回来吧，不要坐在那边了。去了，好的，好的，您慢慢留在您的虚拟世界里。现场的观众朋友，你觉得我们的小苏他的这个烦恼是否成立呢？让我们一起拿出手机来投票，让我们倒数3、2、1，请投票。63票，哎，这才多少？这个结果好像，哎，我为什么觉得这好像是我全场发现的最大的烦恼？最大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和交流，我根本不能跟他做朋友，对不对？不是，你试着去了解他，以了解这样一些东西。你本人没有烦恼，对，你过得很开心，我们也很羡慕你的人生状态。烦恼的不是你呀，烦恼的是他呀。我孩子也很大了，啊，是吧？就是说你自己，其实你奶奶对你其实一直希望你早点结婚，你奶奶90岁了，哦，懂吗？93吧，兄弟。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可以不为我想，对吧？我还得把你当朋友，但是你要为家里人想想。我还是觉得这位朋友是特别好，还是那种如果我的话，说实话，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无条件包纳我们的一个朋友。所以说，也是祝福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找到这样的好朋友。谢谢，谢谢我们的小苏，谢谢我们的小博。今天的四个故事呢，已经是全部讲完了。尽管说有一些让我感觉有一些沉重，有一些很搞笑、很开心，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白来，因为让我们了解了人间百态，了解了所有的一些烦恼。那再一次呢，要恭喜张小雨和她的妈妈获得我们本期的烦恼王。的烦恼王呢，也将会获得由百年老字号老凤祥提供的一个精美礼品。希望你能够谢谢。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如果想要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个微信账号，包括我们的微博，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最及时的互动。当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烦恼你好。